走慢点哦，我倒一时诶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12月29日礼拜一，下早9点到下午3点，在南安里社区活动中心举办宏道濟世慈善义诊活动，由南安里里办公处、南安里社区发展协会、一贯道慈善功德会、天伦道场共同举办宏道濟世慈善义诊活动，让我有所是平安灾，永结善缘。恳请各位乡亲踊跃来参加，祈求大家平安吉祥。